真正妖怪是张艳芳，不是我。而且，你敢知影？今仔日是罗小安讲的故事，你应该嘛拢有听到啊。当初张艳芳，伊甲张家良为哥甲头婆走，迄个囡仔带伫身躯边，啊，毋过伊拢定定定，啊，搁有人。 几年前，罗孝安发生严重的车祸，变作植物人。这代志大家拢知影。啊，不过你唔知影，是张艳芳，伊为着要维护家己伫咧集团的地位，伊甲伊家己的亲孙张子祥，竟用这罗孝安的模样来代替。你的意思是，我熟悉的孝安是张子祥？ 是护理的亲孙张子祥，是护理的亲孙张子祥。那你这边人安怎？啊，够就要中诶。放心啦，规章好好，只不过是昏迷不醒。啊，我这张亚鹏千算万算嘛，想袂到讲罗小安这替身，竟然是伊的亲孙。那无，伊绝对会惊甲吐血，甚至会帮我保庇，去跟后生回事嘞。 那恁想要那个笑，那个子祥藏起来，要让伊甲厝内底的人传伊咧。我毋是讲过啊，罗湘是要报仇的。啊，既然张家良对伊不仁，是安怎会对他有疑啊？所以啊，你是毋是爱跟我合作，做伙救张子祥？ 在要创啥？啊，执行长，我无甲你讲。执行长要甲内底迄个少安转去惠民病院，所以派我来护送伊过。我无接到即款的指示。你是执行长身躯边遮尔亲近的人，啊，你一定知影今仔发生的代志。即摆大家拢知影执行长的身世啊，已经要跟他厝内底的人团圆，所以真无用，毋则派我来替伊做一件代志。李丹姐。 我还是卡一个电话来问个清楚，你较保险。Michael，你是无相信我，还是无相信执行长的安排？你今仔要敲电话过去叫我执行长，安尼你唔是话说明，还是你是另外在讲白菜？小弟有哩，麻烦你了。没啦。 是恁的执行长亲自给我拜托的，而且伊阁是我拄小林的孙啊，我当来亲身来一抓。安尼我较会放心啦。安哥真正要安排转移？你无相信我，嘛应该相信执行长的情人哦。这三位是阮病院专门负责病人的随车医师，还阁有医护人员。转移这边，来，你看下详细。 安尼就麻烦你了，多谢。原来你是张子祥，安尼想起来，你真正受足侪痛苦甲折磨的，辛苦你啊！啊，不过至少你还活着，不管你是张子祥还是罗小安，拢不要紧，我绝对袂放弃你，嘛会拼性命守护你到底。你先安心休养。 但你真心，你想要去倒位，我拢会当陪你去。罗小安甲曾月丽，一个是凶，一个是好，不管子祥落地是甚么人的手头，我只是把侬当作是邻居。啊，不过你别烦恼，我一定会保护你。 我一定会想办法，让你离开这。